绿媒关键时刻又开始撒谎，刘宝杰、姚慧生这帮王八蛋啊，这铺盖仔开始撒谎说，富士康拆除生产线，响应创普号召啊，中国千万打工仔失业 ，fuck you， 我顶你个肺，这胡说八道嘛，对不对？这富士康郭德明已经他妈的成了台独了，对不对？中国下令把他的工厂赶出去了，他这个代工厂在中国的这个意义已经没有了。他还什么拆除，他拆除必须得拆除，对不对？台独企业在中国没有市场，那郭德明就得滚蛋了，滚到印度去了，滚到印度没有厕所的地方去开厂了，对不对？让印度人拿大便把他淹死了。这帮台独他妈的这个台独绿媒就是嘴就跟大便一样胡扯八蛋，胡说八蛋，明明他妈被赶走了，像狗一样被赶出门，还要说自己堂而皇之穿着皇帝的新装加冕登基了，我顶你个肺！